昔孟母则领楚子不学断机杼。解释战国时，孟子的母亲曾三次搬家，是为了使孟子有更好的学习环境。一次孟子逃学，孟母就割断织机的布来教子。其实孟子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大学问家，是和母亲的严格教育分不开的。作为孩子，要理解这种要求，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。